但希望告诉大家，就是不要忧郁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朋友商量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运动，然后去找到出口。那让大家觉得运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喜欢运动就会借由运动把忧郁抛开。要推动这个运动纾压的观念，带到各位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进而把身体练到最好。因为2012年呢，两个字是听说是大家最得到票数第一高的是忧，然后第六高的是郁哈。那现很感恩呐、啊，已经过年了哈，所以现在是2013年，我们要挥别忧郁，然后乐动起来哈，快乐的动起来。7,248,475圈。喜欢运动的人，可以让自己的智力更加提升。对，读书的过程中间，仍然有人到这个操场跑一跑、走一走啊，其实这就是一种纾解疲劳、纾解压力的一个最佳方法，就是运动。哇！谁叫你还敢